刚爆发，就是昨天那个钟佩君议员有出来讲说他遭到性骚扰，那这件事你刚才好像也是蛮生气的，怎么看？民意代表都可以遭受到性骚，那就表示说，像我昨天讲的，曾几何时，我们台湾社会变成性骚天堂。我们的女性在台湾渐渐没有了尊严，我们女性完全被物化了。我印小薇从小到熟女，常常要被碰到性骚，我有能力就是反抗，就是给她一巴掌。但是呢，一般的市民小女性呢，她能说什么？我支持我们佩君勇敢站出来。但是请大家要知道，当我们要把我们被性骚的事件说出来的时候，那需要多大的勇气。可是一般的市民朋友呢，他不敢讲的，甚至会被这个抹黑，说哎呀你长得这样谁怎样怎样。所以我觉得佩君很勇敢，那至于朱学恒，我觉得我直接跳过，我觉得就是请他直接自己消失就好，也没什么好谈的，不是只有道歉。性骚女人的男人不要只是道歉然后就转身就走，我建议朱学恒你就这样子消失比较好。